公元1908年，慈禧太后驾崩，风雨飘摇的大清政府将年仅3岁的溥仪推上了历史舞台。20世纪初，各国探险家蜂拥中国西北地区，在未经中国政府的许可下肆意盗窃珍贵文物，尤其是对敦煌出土的大量文献经卷，虎视眈眈。 大人深夜传唤在下，有何吩咐？你可知敦煌经卷已运到京城？学生已经知道了，学生还听说，经卷每到一处便失窃一批，不仅地方官员，就连京城里的王公贵族都纷纷索要。这岂非是敦煌经卷的另一次劫难呀？此乃我大清之不幸啊！这是我刚拿到的。 老师，你既称我为师，不该以我为人。这经卷只是我向国史馆暂借的，你先看看。老师，这就是玄奘易经吧？正是。难道玄奘袈裟也在其中？你对玄奘袈裟知道多少？贞观22年，唐太宗将一领百金云水摩那袈裟。 赠予玄奘法师，据说千年不朽，乃大唐之国宝。安史之乱时，为防叛军劫掠，寺内僧众将玄奘袈裟及部分经文转移出了长安，但最后却不知所踪。不想，竟然是运往了敦煌。玄奘袈裟奥妙无穷，唐有神医，盛极一时。
即便本朝康熙年间也有所不及呀、啊。唐自盛而衰，一蹶不振，焉知不是丢失神医之故？现如今，大清内忧外患，玄奘已经突然出现，难道冥冥之中，天佑大清，重振我大清江山？这，我知道你内心并不苟同于我。大清已病入膏肓，我们做臣子的，只要有一线希望，也要寻回良方。老师，学生明白了。玄奘袈裟乃镇国之宝，有觊觎此宝者大有人在，所以我特召你来，将此重任托付于你。翰林院侍读学士姚坤听令，臣在。令你即日出京，前往敦煌寻访玄奘袈裟下落。臣万死不辞。荣大人指派的任务。大哥，这买卖可玩大了。是啊，所以我必须找一个靠得住的。咱俩从小相依为命，这些年你又经常往返于京城和西域之间做古董买卖，此人选非你莫属啊。想不到啊。哎呀，一直被翰林院大学士鄙视的奸商，到底还是有点用的。只是，你能赚多少？表哥明鉴。这话还没说两句呢，你这奸商的本质啊，就昭然若揭。放心吧，不会让你白忙活的。事成之后，荣大人必有重赏。哎，那怎么认定袈裟就一定在敦煌呢？我询问过押运官，甘肃布政使何彦生。他说：“那个敦煌的王道士却曾有提及过袈裟的事情。当年护送袈裟和经文的僧众，一直留守在莫高窟，秘密守护，世代相传，一直到最后一个和尚明空法师圆寂之后，此秘密才失传。”大哥，那我可把话说在前头。要是荣大人不给奖赏，那我就要一卷刚运到京城的敦煌经书做补偿。反正我不拿，别人也在拿，万万不可。哎，你借我一卷总行吧？给我当个模子，我至少个几十卷来，发点小财嘛。哎，咱们奸商、清官，各得其所嘛。你呀，本性难改。那个王道士啊，是在明空法师圆寂四年后到的莫高窟，他第一次进藏经洞。便发现了明空法师的一封信，信中透露出法师对后继无人的忧虑，以及因为时局动荡，想将袈裟转移到他处的思虑，但并没提及要转移到何处。那信现在何处啊？啊，王道士在发现经文之初，也曾多次寻找地方官员寻求帮助，但那些混账东西根本不予理会。最后没办法，王道士竟然给老佛爷写了一封密信，为了能引起重视。他特意将明空法师的这封信附在其中。那你想啊，别说他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无名道士，就算荣大人的奏章，老佛爷有时候都未必看得到呢。看来这大清的气数已尽了。子峰，休得胡言！好，我也来。魏爷的马，新的，得快，你放心。走，二位爷来了，哎，里边请。来，看看看看看。让阵，立马，前锋，向前啊！哎呦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京城来的夏老板呢，又来我们这儿找什么宝贝啊？你呀，就是这莫高窟最好的宝贝，找着你我就死心了。我呸！没有一次给我好处，就会拿嘴糊弄人。哎，住下呀，还是赶路？老板娘，两间上等好房。哟，
这位爷衍生得很呢。这位是我表哥，这次跟我来一起做古董买卖。打扰了，老板娘。鄙人姓姚。姚老板，我们这敦煌啊，宝贝那是真多，只有一点千万别看走眼，有的宝贝儿那不能拿。行了行了，好吃好喝尽管上来，别饿了。好嘞，嘎娃，把刚煮好的羔羊肉给二位爷端上来。哎，好嘞。炸炸炸！老板娘，给爷准备两间上等好房。这位爷，您也不看看我这破地方，哪那么多上房啊？现在有了吗？这位客官，真不好意思，上房已经被那两位爷订走了。我再问你一遍。到底有没有？姑娘，这是你耍鞭子的地方吗？别说。姑娘，你说谁是姑娘？哎，我。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老板娘，把我的上房让出来吧。表哥，总有个先来后到吧。哼，算你识相。小妹不太懂事儿，兄弟，多谢了。客气了，请便。干嘛？带客人进房间。哎，行。来，客官楼上请。好了，再抽下去啊，你晚上就没有被子盖了。弄了半天，一眼就被人家看出来了。早知道弄个胡子贴上。我的亲妹妹，我看呀，这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以为自己是男人了。哎哥，刚才我那一鞭子厉害不？江湖险恶，你这么贪玩，很容易招来危险。我看呀。你明天还是回去。不找到玄奘袈裟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干得漂漂亮亮，让爹看看，女儿也不输给男人。你看，今天要不是我出手，那男的能把房间让给我们？这世上，哪还有好心人啊？那我倒有兴趣了，我还真希望有机会能跟他斗上一斗。时辰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，明天呀。还要赶路呢，好好的上房。哎呀，装大方！此地远离京城，匪患连年，就凭你我兄弟二人，还是少招惹些是非。您看看那臭丫头啊，一身小姐的臭脾气，就该让她吃吃这苦头。表哥，你是不是看上她了？你当我跟你一样啊？你也该娶个媳妇儿啊。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呢？哎，明儿一早啊，咱们去这儿。塔林，咱不去找王道士了？我本来就没对那王道士抱什么希望，他要知道线索，那袈裟不早卖给杨二了？哎呦，你说一莫高窟佛教圣地，居然落到一道士手里，宰卖爷田心不疼啊？这是大清的不幸，皇上的不幸啊！要我说，这样的皇帝，不要也罢。子房，你怎么又说出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？姚老板，是我玉娘。老板娘，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？哎呀，今天呢，还真是得多谢二位帮我解了围。这不晚上天凉，我给二位送壶酒来，好暖暖身子。区区小事，喝。要，这，要要要要。玉娘可真好啊，暖人贴心。
行，酒不够了就吱应一声，我就在柜上。那好，玉娘慢走。哎。哎，看来这木瓜窟子和尚真没钱，怪不得后来没人出家了呢。这明空和尚不会把袈裟藏在这么个破地方吧？就是这儿了。诸神暗佑，莲花开处，心猿已定，一马收缰。这什么鬼意思啊？这可能是指圆寂之后莲花涅槃，尘埃落定吧。哟，这么巧呀！九纹莫高窟乃佛教圣地，节日经过不一睹风光，岂不可惜啊？这破塔林有什么好看的？是啊，没想到竟然破败成这个样子。可惜啊，告辞。姓姚的，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商人。看来。找袈裟的不只是我们，那这两个人肯定是来盗宝的。要是他们真想偷袈裟，我就剁了他们。我看这帮人来者不善，一定是为了袈裟。你说一个大小姐，神神叨叨的，女扮男装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总觉得碑文上的字眼在哪里见过呀？和尚的墓肯定是经文啊。不像。又不像诗词，会不会是当地的什么戏牌呢？哥，看来找袈裟的不止咱们俩呀。大人，进展如何？明空留下线索，一旦破解，即可找到袈裟。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大人这回下的是死命令。请大人放心，属下已经想好一计，可确保袈裟入手。行行，别在这丢人了。爷们是要是拿了，自己给我交出来。都是道上的朋友，想发财自己凭本事去，在老娘店里下手算个什么东西？丑话我可说到前头，谁拿了自己交回去，否则等我查出来，可休怪我翻脸无情。天天就知道和猫尿，睡跟死猪一样。玉娘，你怎么知道他睡得跟猪一样？莫非他睡在你床上？卑辱的臭嘴，信不信老娘现在就拖你出去喂狼？行了，都傻笑什么？怎么没看到那对兄妹？这么多年店了，还没遇过这种事儿。睡了吧？肯定有人在搞鬼。识相的，赶紧把东西给我放出去。谁？以后小心点吧，我们被盯上了。到了，找到了！不知道哪个狗从东西丢到我厨房去了。还找着了？看看东西少了没？没有，这几个陶器。就这些个破烂玩意儿。小心点！啥呀？这还以为什么宝贝呢？牌给我都不要。行行行行，都散了吧啊！散了散了，自己的宝贝自己都看好了。颜若，
你去哪儿了？刚才我想去探探那两个人，谁知道。你呀，胆子太大了！我说过那两个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。我已经查到消息了，他们也是冲着袈裟来的。你看吧，哥哥，我猜的没错，你带人把他们抓了吧。抓人？凭什么抓人？你呀，还是赶快回爹那儿去吧，你这样太危险了。就不，现在回去太丢人了。还有那个姓姚的，怎么了？反正我就不回去。从现在起，不许你再胡来了。那袈裟怎么办？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哥早就想好了。早去哪儿啊？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走走。哦，是不是我们这儿太闹，把您吵醒了？还好还好，您忙着。哎哎哎！客官请。您起来了？哎，吃点早饭吧。书干嘛呀？《西游记》讲的是玄奘取经的故事，里边就有唐太宗送锦服一宝袈裟给玄奘的情节。姓姚的还真是足智多谋，竟然能想到从《西游记》里破这个谜。哎哥，那咱们也快翻翻看吧。现在呀，正有人看着呢。子枫啊，我明白了，碑文上的几句话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，看看《西游记》，你看看第十五回：“蛇盘山诸神暗诱，鹰愁涧一马收缰。”这诸神暗诱，一马收缰，正好是碑文上的前后两句。他这什么意思啊？你看看这回写的什么？收服白龙马呀。那这中间两句什么意思呀？这。和袈裟有什么关系？白龙马，龙马，这附近有没有跟马有关系的？
地方官员就知道捞钱收税，搞得老百姓民不聊生。这白马镇原来商家云集，好不热闹，你瞧现在，这都成什么样子了。选的什么地方？这是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线索不会断了吧？这袈裟是越来越诡异了，线索断了也好。这白马镇啊，是原来有名的赌局子。你看这拴马桩，别的地方都是猴子，这儿刻的是鹰。子枫，你看看那根拴马柱上的铜线孔对着哪儿？城门楼子，难道在城门楼子里？转个方向。哦，对的是这个基座。那一根呢？还是那个基座。诸神暗佑，莲花开处，心缘已定，一马收缰。子枫，过来看。莲花。莲花开处，心缘已定。碑文的中间两句话。公子，他们去白马那方向了。还有。还有什么？我看着大姐也过去了，真是胡闹！给我追！传后世，功无量，春雷震，龙族动，碑永传，阴壁长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和尚和咱开玩笑呢吗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西宁王碑应该在凉州城附近，是元代朝廷为了表彰西宁王这个回鹘家族的几代功勋，特告书名。西宁王出南阳，这个西宁王是南阳出来的？就知道你们不是什么商人，想偷玄奘袈裟，门都没有！你说谁是偷东西的？啊！昨天晚上我可遇到偷东西的贼了。胡说！你们这些不法奸商，妄图偷盗国宝，刚才你们拿到了什么东西？交出来！既是国宝，凭什么给你啊？少废话！哼！呀，还敢动手？我看你才想偷国宝呢！呀！呀呀呀呀！姑娘住手，有话好好说。把东西交出来。子枫，把你长矛给我。啊？啊。姑娘，别打了！你还狡辩！娘！
你们把我妹妹放了！放下兵器，偷盗国宝，罪当万斩。子枫，把马牵过来。你以为你们跑得了吗？告诉我，我们是甘肃总兵府的人。既然是总兵府的手下，那就多有得罪了。改日一定到府上说明。还敢狡辩？不是偷盗，乃是干什么？公子见谅，确有不便说明之处。 哥，跟他们废什么话？小姐，得罪了，相信我，我们不知道贼。妹妹，没事吧？哥，哎，你呀，叫你在客栈里待着，别出来，你偏不听。跟我回去。哎，总算把他们甩掉了。你说这荣大人？ 啊！派咱们来，还让总兵府的兵来咱们。我看不像啊，如今时局动荡，朝廷也是太信民力。荣大人远在千里之外，想插手也插不进来的。那这兄妹来抢袈裟，一定是幕后人指使的。他们说自己姓关，我估计很可能是甘肃总兵关伟康的公子和小姐。表哥。 你要是拿到袈裟，你怎么做？既然是国宝，当然献给朝廷了。弟弟说句话，宁可别骂我。你说这一袭袈裟真能救走朝廷吗？子枫啊，咱们都是大清的子民，应该为圣上排忧解难。就算有一线希望，也不能放弃啊。 干得漂亮！犀宁王，他们拿的石碑后，很可能刚好犀宁王背了，我们要快！哥，我们一定得派军队吗？这，我觉得那个姓苗的不是坏人，他要是真想伤我。 早就动手了，他有的是机会。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觉得是不是小题大做了。驾！拜！再鞠躬，三拜，丹青，宣统二年12月。
石碑村族长率全村父老乡亲祭祀西宁王，至今臣之僧多负恩，不忘而报，即特祭捧香毕，以灵敬祭，祭奠。官兵来了！官兵来了！快滚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复甘肃总兵府之令，拆西宁王位，闲杂人等一律杀害！不能拆！不能拆！不能拆！西宁王位乃元惠宗亲赐，祖上功德，世代得以庇佑，岂容拆除啊！哼，元惠宗算个什么东西？老家伙，你也不看看现在是哪一个朝代！来人，在，把碑给我围起来！要拆石碑，先杀罗老汉，否则休想！反了你们，当者死！哎哥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为什么要拆石碑？石牌上只是说到西宁王碑，并没有说一定在里边呀。我们一定要抢在姓姚的前面找到袈裟，先拆了再说。找死！不要了！住手！老人家，你受惊了。多谢大人。堂堂大清，朗朗乾坤，居然出了你们这群仗势欺人的东西！你们眼中还有王法吗？王法，我就是王法。跟官府作对，分明就是乱党。来人，在，把他们两个给我绑了。不要啊，妹妹，不可乱来，会坏了爹的大事。来人，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起来。御赐金牌在此，哪个敢胡来？臣罪该万死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御赐金牌在此，如皇上亲临，给我跪下！西宁王碑乃前朝遗迹，更是庇佑石碑村多年，需严加看护。企图拆碑者，定惩不饶！都起来吧！我们走。多谢大人救命之恩。如今皇上暗弱，大清江山摇摇欲坠，皇上连自己都保不住，还保得住国宝吗？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妹妹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瞒你了，我们这次是奉袁世凯大人的密令，前来寻找玄奘袈裟。袁大人他要袈裟做什么？那姚大哥他们怎么办？这不是我们该问的，明天我就送你回去。哥，走不走？不走，你自己回去。这碑文上的字跟这首诗没什么联系啊。这找到石碑才是第一步。哎呀，接下来还有出南阳呢。二位大人，给。听爷爷说，你们是皇上派来的。对呀。大人说我们小孩子不懂事，皇上他不也是小孩子吗？为什么你们都听他的呢？哎。你别说，这孩子讲的还真是有点道理。二位大人，咱们这儿穷，没啥好招待的，就这滋养的酒还能喝几口，先暖暖身子啊。老人家啊，这石碑村有多少户人家呀？坐坐坐，坐。原先有40多户，
200来口子，这两年呢，病患啊、匪患闹得邪性，有的人都出外逃难去了。哎，大人，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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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老人家，这西宁王是回鹘人，我看咱们村里都是汉人呢，你们和西宁王有什么关系吗？不是，听祖上人说，这石碑村原来叫八卦村，是诸葛后人发配到这儿才建的，到我这儿啊，都26代了。诸葛孔明？对，就是他。蜀国的丞相司马懿灭蜀之后，为了防止诸葛后人闹事，就这就对了。子枫，哎，这就是明空法师留给我们的答案。当年刘备三顾茅庐在南阳的卧龙岗，而诸葛亮留给后人最大的功绩就是八阵图。出南阳，传后世，攻吴亮。老人家，有八卦图吗？有，有。参见大人。一块小小的金牌就把你们制服了，真是废物。属下失职。倘若误了这桩大事，你我的脑袋都担当不起。请再给属下一次机会。我已查明，跟你们作对那两个人是奉了摄政王和荣亲的密旨前来寻找袈裟的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将其除掉。属下懂了，只是西宁王碑还不能确定是袈裟的埋藏之处，线索晦涩难懂，属下自认无能。你是想螳螂捕蝉？正是。哥，眼若，你怎么来了？这没你的事儿，你快回去。来了也好，都听明白了，两天之内必须把玄奘袈裟交给我，否则会对令尊大人不利。你要对我爹怎么样？眼若，你们好自为之吧。他就是袁大人的密使。这易经里的八卦分别是乾坤震巽、坎离艮兑，这象征着天地雷风、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。除此之外，还对应着八种季节、八个方位、八种图腾动物。这春雷震龙族动指的是八卦里的震位？对，就是东方，石碑的东方。今晚咱们有的忙活了。哥，我觉得这事儿咱不能干了。那个人，我看不是好人。这件事儿要是不成，我们全家都有杀身之祸。那你就更不能干了。他们拿到袈裟，咱们家就没事了吗？颜若，
父亲也是为了咱们家才听命于袁大人的。袁大人难道比皇上还重要？爹这么多年雄居西域，靠的就是认清形势。我相信爹不会错的。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去。都挖了一个晚上了，哎呀，在，就说在东边。不干，喝点水吧。春雷震，龙族动。这阵位应该是没错的呀，我遗漏了什么呢？就是差这个时辰。怎么了？和尚聪明啊，杯永传，阴必长。看上表面的意思是说必有后代，实际上说的是影子，是在寅时太阳照在石碑上所投下的影子。拿稿子去，就在这儿。哇，八卦炉大圣炼金经，莲花生观音现禅衣。这绕来绕去，怎么又回西游记了？你说会不会和这八卦图有什么联系呢？这张图暗示着藏宝的地址，如果要能破解开这道谜，就一定能寻找到玄奘袈裟。哎呀，这个谜也太玄乎了，这个谜啊。这僧钵要是唐僧的紫金钵就好了，袈裟找不到咱也没白忙活嘛。哎，这袈裟会不会在莫高窟啊？明空法师费尽心思，就是要避开那些寻宝之人。莫高窟历经磨难，奇珍异宝早已经被洗劫一空。如果袈裟真是在莫高窟的话，估计也是难逃一劫呀。你看，你看吧，我就说这是赔本买卖。这画的是莫高窟的那尊大佛，在它的东面画着一个僧钵。这个僧钵是什么意思呢？咱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还是先回四海客栈吧。大小姐，公子也是为您好啊。您要是有什么闪失，总兵面前谁都担不起这个责任。闭嘴，不说话会死啊。咱玉娘想的周到啊！来来来来，来两个。哎，最近常见两位早出晚归的，
是不是真找着什么宝贝了？要真找着了，那可得多赏我玉娘几个铜钱呢。我们做小本生意的，哪来什么宝贝啊？玉娘这么贴心，我表哥肯定会多赏的。老板娘，告辞。哎，路上小心点。慢走啊。二位爷，您来了，里边请。子枫啊，我们被盯上了，别看，等出了镇子再说。乱党在此密谋造反，我带走。是是。大胆！此乃钦差，谁敢放肆？谢已查明，尔等乱党冒充钦差，罪当问斩。大人啊，大人，我们这里没有乱党。去！胆敢窝藏乱党，统统给我带走。是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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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剑放下！把剑放下！戴小姐，我听说我哥回来了，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公子抓了两个乱党，正在审讯。乱党？好大的胆子！御赐金牌如皇上亲临，你们要谋逆吗？金牌有用吗？快说，袈裟在哪儿？姚大人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当今朝廷有谁能和袁大人抗衡？袁世凯。毁了大清的，就是你们这帮乱臣贼子。谁是乱臣贼子？谁又是国之柱石？不是你我能分清的。我现在只想得到袈裟。你想得到袈裟？那你就等着死吧。真是鲁莽！现在只有他们知道线索，万一他死了，我看你怎么交代！属下也是一时心急。袁大人三日之后要和克劳德洽谈购买军火一事，这袈裟是洋人点名要的东西，倘若误了这桩大事，我的脑袋都担当不起。大人息怒，我一定找到袈裟。要是再出什么岔子，后果你清楚。属下明白。玉娘，不好了，姚坤他们被抓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姓关的早设好了圈套，以乱党的名义抓了他。他们不会有危险吧？袈裟还没出现，应该不会。那咱们怎么办？人现在关在哪儿？在镇外的星营。表哥，住手！表哥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，放了他。我知道，你和你表哥不一样，你也不想看着你表哥因你而死吧？
姓关的，有种你冲我来！信不信我砍了他？不要！不想让你哥受苦，就从善就来。子房，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不说就怨不得我了。不能说。我看你还能撑多久？表哥，咱说了吧。住手！我说，你敢说你？快说，袈裟在哪儿？不就这个破袈裟吗？在莫高窟西北一个和僧钵有关的地方。还有呢？我们就知道这么多。哥，你说。你这么做是欺君罔上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在这儿？爹说过，玄奘袈裟是佛家圣物，不能落入坏人手里。说什么呢？谁是坏人？哥，爹只是让你寻找袈裟，没有让你对抗朝廷。别再听那个苍狼的了，那帮人心狠手辣，一旦袈裟落入他们手中，咱们就都完了。好了，你别说了。我们现在别无选择。有，只要你放了姚大人，就能回头。已经晚了。哥，你不能再错下去了。什么是对？眼看着朝廷朝不保夕。就算是玄奘袈裟有什么神力的话，也可能无济于事了。我不能不为咱们家今后考虑，即便是错了，也是我一个人的错。颜若，生死乱世，我们身不由己啊！好好照顾自己，快离开这儿。去义，表哥，不要见我，表哥，你真的以为一击袈裟就能救到了你的朝廷吗？你这么做值得吗？表哥，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但我能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改变不了，什么都改变不了。现在要处死吗？不，把他们就关在这里，严加看守。等我们找到了宝藏，再杀他们也不迟。这儿就交给你了。手下没问。出发，走！站住！大小姐，我要审犯人。公子今天不是刚刚审完吗？这两个犯人对我哥撒了谎。他们现在根本就找不到藏宝地点，啊！所以我哥特派我来立即审问犯人，事情紧急，快带我去地牢。这耽误了我哥大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哎，属下不敢，属下不敢，属下这就带大小姐过去。大小姐请。小姐，您请。他们在这儿呢，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好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大小姐，您一个人
怎么，还怕他们把我吃了不成？不是不是，快退下。是。走。我是来救你们的。自从王道士把敦煌经书卖给洋人以后，我们这里到处都是来盗宝的贼。那时候，把你们也当成了来谋取袈裟的奸商了。陷害我们的就是你哥，你和你哥才是要盗取袈裟的贼呢。我哥之所以这样，全是为了保护我们家人，但他是一时糊涂，是受了苍狼的骗。我救你们，是不想他再错下去了。他们已经动身了，天黑前走的。时间不多了，快把衣服穿好。快来人呐！怎么了，大小姐？快去看看他们怎么了。走。你啊！大小姐私放要犯可是重罪，让开！不要为难我们。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！呀！快，给我走！今晚大家就只能住在这儿，他们肯定会搜查客栈的。今天多亏了玉娘，要不是你，我们非死那儿不可。不，最大的功臣应该是关大小姐。得到消息之后，我们就想前去营救，但是怕强攻会伤到姚大人。玉娘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来救我们？哥，咱就别管他是什么人了，咱就知道玉娘是咱的救命恩人就行了。看来姚大人是怀疑我了。那好，我就实话实说。我爹原来是这条道上有名的镖客。自从莫高窟藏经洞被王道士发现之后，各地盗宝之人就络绎不绝。莫高窟的宝贝丢的丢，毁的毁。我爹临终的时候曾经交代过我，说祖宗留下来的东西不能就这么被糟蹋了，所以我就跟我的弟兄们合了伙子一起护宝。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寻找袈裟的呢？是他告诉我的。我不认识你啊。关大小姐忘了，那天晚上你跟你哥哥在客栈门口。父亲也是为了咱们家才听命于袁大人的。袁大人难道比皇上还重要？爹这么多年雄居西域，靠的就是任情行事，我相信爹不会错。明天我就派人送你回去。
多谢玉娘和各位义士出手相救，姚某在这里拜谢了。姚大人言重了，其实你们效命于朝廷也是为了保护伯宝，跟袁世凯他们那帮人不一样。只是希望他们现在还没有找到。他们不可能找得到，我只告诉他们和僧伯有关系，我没告诉他们方向。你刚才说什么跟僧伯有关？藏宝的地方啊。难道你们说的是莫高窟东边的宝伯沟？玉娘，你知道？啊，我们家就在那附近，小的时候经常跟父亲一块去采草药，沟上沟下我都很熟悉。那里有什么跟观音有关的地方？沟里只有一个洞窟，据说有一位高僧曾经在那里闭过关。真对不起，我哥不该这么对你们。各位旗主们，姑娘能来救我们，在下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姚大哥，其实我知道你是皇上派来的时候就已经在劝我哥了，可他不听。如今奸臣当道，谁又能独善其身呢？姚大哥，悬丧袈裟真有那么大的法力，能救大清、救皇上吗？如果袈裟真的有那么大的法力，大唐还会灭亡吗？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去拿袈裟呢？玄奘法师留下袈裟，就是为了让大众能有慈悲心，弘扬佛法，普度众生。如此上善之物，绝对不能让功利之人利用，沾染上杀孽。一晚上白跑了，宝伯沟根本不在这里，看我回去不杀了他！笨蛋，让人当猴耍！大人，不好了，昨天晚上姚坤被人劫走了。谁干的？是，快说！是大小姐。燕若，跟我回营捉拿要犯。是是，慢着。大人，小妹一时糊涂，还求大人饶了她。你那个妹妹比你有本事，你办不成的事儿，她替我们办好小心！哎，慢点。这就是玉娘说的明空法师闭关修炼的地方，后来经常有放羊的人住在这里。那袈裟会藏在哪呢？这也不像是能藏袈裟的地方啊。干嘛？这里是最后一个洞吗？对，这里所有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没有别的了。咱们分头再找找看。好。
你快坐下。坐坐坐。大人，这就是专门发疯的德娃子。我说了，可有钱？少不了你的，快说。大人，这宝博沟我都寻遍了，没有什么宝贝，只是有个刻着石佛的空洞。传说有个高僧在此闭关多年，现在已经废弃了。少废话，在哪儿？我说了，还有钱吗？说。哦，那个地方好找，只要看到断崖前立着一个雕像，那里就是了。你可以走了。是大人，我都说了，您能再加点儿？快走。是。这到处都是佛像啊，袈裟不会藏在佛像里面吧？这佛像是文物贩子最喜欢的东西了，明空法师不会不明白。只可惜啊，明空留下的地图弄丢了。啊，地图在。你小子，莲花身，观音现禅衣。这里面一共三座观音壁画，根本藏不了袈裟呀。哪儿还有观音啊？有，还有一座观音。越看似不可能的地方，才越安全。这里边一定暗藏玄机，答案应该还在明空法师的土里边。莲花生，观音现禅衣，八卦图，大圣炼金经。哎，我们要是有火眼金睛就好，一眼就能看透里面什么东西。你当你是孙猴子呀？那火眼金睛得拿三昧真火炼去。火，火。这里到处都是佛像，哪里有龙和虎啊？降龙伏虎。佛界开恩，
将甘露与普天民众。不愧是高手啊，帮我们找到了袈裟。苍狼，你别得意，我看你没本事拿到这袈裟。妹妹，你快过来。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？跟他们在一起是没有好下场的。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什么人，可是哥哥，你早就知道袁世凯想要拿国宝去送给洋人，可你还死心塌地的为他卖命，还瞒着爹和我。爹一直被你蒙在鼓里，若他知道真相，绝对不会允许你胡来。哥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够了，现在是你们在执迷不悟，那就休怪我无情了。给我拿下。是。我们的人来了。关逸飞，把他们全给我灭了。大人，我妹妹还在那边呢。你是要你妹妹，还是要你全家？大人，现在敌强我弱，我看还是从长计议吧。你给我少废话，快拿下！住手！大人，答应，袁大人也不会答应。玄奘袈裟千年不朽，根本只是个传说。摄政王和荣大人想要抓住的，不过是场幻象。此次西北之行，所到之处贪官横行，民不聊生，这不是一袭袈裟所能治愈的。姚大哥，这一走，你还回来吗？只盼望有一天，能国泰民安。到时候，我一定会回来看姑娘的。就此作别。珍重。
学生自问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上不能护君，下不能忧民，又有何面目处高堂之上？特此请辞，不求恩师见谅，只望恩师珍重。Thank you.